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杰尼特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请关注我哦。今天去带我的女婿在医院。怎么嘉玲是催我们呀？因为也有人催他了。他讲有人要床位啊，问那些家人几时来？哦。没有，你叫那个，你叫出来那个考德他们等啊，那边不是有个啊？连出都不懂哪里啊？我懂，他出不到，你叫去考德他们有椅子那边坐。他连考德在哪里都不懂。你叫走走看看就看到了。如果是新的那一边啊，就很难找了，跟你讲。容易找。容易找。不是上次哥哥那个啊，不是啊，不是那一个楼。男是男，女是女，不一样。懂不懂问？你的那个，你的是几楼？几楼？我迷路，我就会问人路啊。奶奶，你不要跟人家讲你傻傻啦，人家一定偷笑。这种就问人喽、哦。偷笑啦，偷笑！你懂路罢了嘛，有什么好偷笑嘞？偷笑的。哎呀，是你想太多了，偷笑的。不懂路啊，不懂路你就要问了。等一下，其实他的路就在你的旁边哦，你还在问路，但是很尴尬的时候。还在床上那边呢，还是在外面？还在病房里面呢、老鼠，还有老鼠哎、欸，哦，过马路，老鼠过马路，哇，好会看车的，我跟你讲，好会看车，看，刚给老鼠归看，我要自己走，怕中馈啊，怕中馈啊。过啊，还有过啊。哎呀，还要走这么一点点车窗的。过，我没有过，过不到。不要看车太多，不然走哪里啊？那个老鼠。是啊，车多吗？呵呵。如果怕他乱乱装的，我跟你讲。呀来呀，应该是不一样装好了是吗？哎呀，要跑这边怎么？怎么？我要跑去那里，我怕撞他嘞。哪里？啊，走去那边了。啊，又走过来那边。他不知道走哪里呀、啊。哎呀。他走过去那边了，那个斑马线那边。应该是失散了的，跟你讲，那看样子还 baby 那个。然后还要接，好像因为觉得那个鼠尿针，嗯，还以为是鼠尿针，嗯，然后不是哈。头发变粗了。那燕有讲吗，嘉玲？哇，讲。
讲不科学又真啊。我懂，然后验出来不是啊。有一天啊、不是他讲，我只是我的细菌还有在我身上，我的白血球很低。白血球很低啊。刚开始他讲很高，偏高。啊？白血球吧。不要逼我写那个 report 讲啊 ，good service 啊什么。不过我要回来说他帮我打，然后跟我说打不到的。打不？你不懂，擦一擦，不是吗？被你扇，这边擦那边擦。然后一秒掉那个眼神，你要反复吗？不会的。这个我擦擦擦擦擦这样多着，你可以是好。那边哦，我也是啊，都是饮料，从那一天开始。不是啊，讲哦，玉盘，你这个是水不干净啊，撞到那个，所以是他讲哦，你有跟朋友喝，去喝了妈妈不同的饮料，妈妈，然后他问我你去哪里去，讲我去喝很多东西。到他喝东西不用重要去到哦，有可能他们不懂喝什么水啊，克到他，我看是 OK。我讲我去妈妈，妈妈啊，现在水灾啊，回去哦。因为他讲水灾啊，他们的鱼是有些不干净啊，没有福建的鱼客。他东西不干净啊。所以去吃什么都好，都要看好。那种妈妈店尽量不要去。怕肮脏，怕肮脏不了，他的水。妈妈店都是肮脏，因为他们的水是。因为有过滤的。来到这里了，记得按赞订阅，下次视频见。